新年流流當然不想家裡發生火災、爆竊、停電、漏水、爆渠等意外，引致財物的損失，甚至槍跌落街令路人受傷。一份家居保險是否可以安枕無憂？今集理財要貼地，選出十款數百至1500元以下的家居保險，幫大家比較一下。